我留海都没了。太热了，太热了。今天的室外温度是37度，棚里面的体感温度是41度吧，是吧？41度吧，我看在那个温度计上面写的。感觉自己是一个热包子，正在蒸笼里面。6层。对，6层的衣服在里面。辣椒椒呀！感觉像是一个蒸熟的千层饼。 那你就自己拿，落地扇，那个是充电的，落地扇就是2万毫安的，那是不是有点重的？来3、2、1，开始。好了，就靠它了，啊，就靠它了，太热了。 太热了，太热了。夜车回来体检有点不好，对人身体。我在享受凉凉的舒服。过来，过来。 哦，不让，我很凉快。哎呀，拿件衣服穿吧，有点冷。你让别人给你逼逼机。对的啊，我不让。